这个故事是这样的，驯兽师带着三个杀人犯去取经，但是他几个徒弟都是大眼怪，所以唐僧一直是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角度看待自己。其实他四个师徒，这个戏里面是最吸引的。唐僧他就是一个管理的高手，我师父是个神经病，戏里戏外都神经病，自嗨型。再也没有颜值了，我认不出来我自己，无难地嘛。这不是个剃个秃头吗？剃了以后问我，哎，你看我这发型怎么样？我说你这发型不错，你应该做个颜色。这个孙悟空就是特别的痞，比较暴躁，会有一点坏，现在黑社会。司徒林，你不是也没有？你来不了，哪一天搞不好还得把我给杀了，把我给吃了。他和唐僧他们俩都是要饭的，这刺绣，那补丁。二十句就特别特别简单，很有意思。欧洲西方国家那种保险，打一。好吃。如果吃的话，他可以决定可以多少。够吗？很好吃啊。好色。他帮我，我会高兴。你是啥啥招的？基本上就是看到美女就不行了。这样看化妆都要基本他要蹲下来给他们做这个事情，我们在拍的时候就常常说，你要看到八大爷的话都看不见其他人，要看见其他人的就看不见八大爷。这个咱这戏里的沙僧啊，他也是脾气古怪的，莫名其妙的就会跟你发脾气，那边都已经遇到妖魔鬼怪，他还在纠结他做的那个饭。这个鬼头粥都熬好了还出来吃这些垃圾，熬个屁啊。我就算正常的，你们这后面才是鬼呢。八三小时录着呢。啊，八小时稍微定一下啊。好，好，可以可以。OK， 焦点最好了。OK。收。啊，可以不用定了。哎，你光点你不解的，我能想起来吗？